你自己没有，我们没有编配合表，中央就不会补助，不会补助，我们就没有办法替市民来争取这样的建设。那所以还是，我们既然要监督市府，说不能淹水，说路要平，这些很多钱都是中央补助。一方面要配合预算，一方面要说路不平，这个水会淹，这样的做法，我觉得还是请议长以市民为念，以市民的权益跟福祉为念，能够帮忙来一起努力的审查是否的预算，帮忙是否可以做建设，那这样才是对市民最大的帮助，这样也才是民意机关的省长。我觉得其实在选举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帮民众争取，那这个时候就是希望说不要损害民众的权益，这样子会比较好，还是请议长来选。这样子的一个纠葛情形之下，会不会造成说选总统在那个年底的选举过程当中，竞总方面跟后援会方面会有一个不合适或者甚至意见分歧的情形出现呢？正如同您所说，郭议长是小英台南竞选后援总会的会长，我们是竞选总部的主任，那这还是请郭会长还有郭议长能够把一个人的心力放在这个打雪战，也是打友军，我们是定位，因为都是为了小英嘛，大家都是友军，把这个心力放在打雪战会很好，打友军就变成轻松愉快。